孩子12岁在上美术课的时候听手机，被拒绝，可能是被老师拒绝还是怎么样啊？他没说清楚。然后别人说可以听手机，但是呢，是不是这样子可以这样子呢？家长说只是上课的时候不行，但是呢，孩子就歪曲的认为父母说什么时候都不可以。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孩子原来想考 Allstate 合唱团，但是参选之前的一两天突然说不去了，怎么办？那这12岁的小孩就是刚刚还很多孩子12岁真的就是刚一进入青春期的这个阶段，那这是一个年龄段，就是说，特别的想要让自己哈与众不同，这是一个。那我只是想提醒一下这个年龄，11、12岁这个年龄。另外一个在课上听美术课时听手机，我是觉得就什么课也不应该听手机，好像哈，就不仅仅是美术课啊，我觉得也许可能，孩子又说别人可以，我当然知道，因为小孩子从小就会说啊。这个我们说你这个不行啊，别人都行，为什么我不行哈、啊？不要等到12岁，他们就可以这样就这样把你的话怼回去，很小就会了。所以呢，就是我想，就说你要给孩子的，可能讲，就说不管什么时候上课，面对就是不管老什么课程，你不听手机，都是对老师的一种尊重哈、啊，不仅仅是行为的问题，而是你对老师的一种尊重。那什么家长说只是上课的时候不行，孩子就歪曲说什么时候都不行。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好像也是一些这个在对话的过程当中已经关系不好了，因为你都说他不对了，不好了，然后后面的话就越说越扭了，有没有？两个人对话的时候，刚开始可能还能对上，后来越说你越批评他，他就越跟你扭着来。我想可能这个对话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那如果就是。那让他安静下来想一想，就说上课，如果你是老师的话，你在前面教课，你的学生在下面听耳机，你的感受是什么样哈？所以到孩子到青少年的时候呢，常常提醒他穿上别人的鞋，换位思考一下，因为我们跟他这样的争论呢，他就认为我们在批评他。可是你换个位置，如果你有一天当老师，你的学生都下面把耳机塞起来，然后你在那讲课，你的感受是什么？你被尊重吗？哦，这样的话呢，也可能。他可能会意识到啊，他没有意识到的东西，我觉得也许可能提醒一下。另外一个，这个突然不想去的话怎么办？突然不想去的话，那他已经12岁了，他说要不去的话，你也不能，你怎么办呢？因为可能你要找到原因哈，这一次不想去，那也许你能够找到原因，可以让他自己想得通，自己能够说服自己去，那是最好。如果这一次不能够，他真的就不去了，那么可能这也是一个机会，你要跟他谈这件事情来停下来总结为什么不去，以免以后重复的发生这一类的事情。那只能有两种的办法面对这个事情。所以因为这个我不知道原因他为什么不去了，所以这个可能你要问问他到底是为什么，然后。如果他自己能疏通开这个结，他愿意去，那当然是最好的哈。